你把你扔个盒子。哎呦，我先进去。哎呦，我操！痛快是吧？看着。我的娘！妈神！什么水流？哎呦，娘啊，几个？他妈的，好听这个话的。这不就过了，你不吃了？上鱼里了，还行了。哎呀！这个体育还行啊，不小了就。老肥了。哎呦我的天！你摸个嘴吧。哎，摸个嘴。哎呦，这鸡还不小嘞。啊？我的天啊！哦，天哪！嗯，天哪！哎呦我的！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过来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妈呀，这钓鱼，鲤鱼！我钓下大鲤鱼，大鲤鱼！我操！哎呦我，你把你扔个盒子，我这扔水了，我这拿盒子，要不拿盒子，我这一嘴鲤鱼，一嘴鲤鱼！哎呀，我这啥了？你先扔掉。哎呀，上来了！哎呀，来了，我们接上吧。你等下吧。下去就是，哎呦！慢点啊，慢点啊，老多老多了。你看桌子，你看啥？呀，红鱼嘞！看红鱼。黑鱼。黑鱼是谁呀？哎呦！好嘞。好了。这玩意儿也行，这玩意儿也行啊。嗯，拿不出来，没拿出来。拿不上去。哎呀，这鲫鱼漂亮，这么大的鱼得三四两了。等一下，人家有这个。哎，这个就是，人家。哎，这鱼行啊。啥鱼？哎，这么大红鱼嘞！又一个大红鱼，这么肥，这么大，兄弟们！下手就大鲫鱼！哎呀，这个地方的鱼都短粗型的嘞！又一个，你下手就是大鲫鱼，都不小。你看行啊，哦，那是管子，管子里还有鱼。这有鱼了。对呀，哎呦，我勒个，这是个鱼，这是个鲫鱼嘞，鲫鱼嘞，我娘，这是。哎呦，这个鱼不行啊。又干了个。慢点，下边是复杂。哎呀，行。玩上鱼来了，行。小干，带里头的。
哟，我娘！啥？这干呀？哟，出来干呀，这是。到这儿了，到不了这儿了，这咋弄啊？不是，这刚刚抬这儿就这么深。嗯。刚才那不一个接着过来，人家就是鱼啊，人家不是那个叫咱冻着冰的玩意儿。哎，他怎么出来了？哎，鱼出来了！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么大鲫鱼了。这鱼发黑吧？啊！哎呦，这么大鲫鱼，贼臭呀！哎呀，这么黑嘞，又黑又大嘞。哎，这真的。那说刚才看这个的过来过来的。这么大兄弟。老鲫鱼啊！这他真是老鲫鱼，这脖子里是水。水水。啊，这么黑。这就是正儿八经那种，跟那种尾弯的老弯的那种。那人还没拆呢。嗯，好了，兄弟们，那个。今天结束了啊，那好不容易淘了这么多啊，今天够姚哥今天晚上回家喝鲫鱼汤了啊，数量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吧个头还可以啊。这个是最大的一个，这个老鲫鱼，这个大鲫鱼，哎呦呦呦，黑的啊，就这种黑的，来看看鱼吧，就这么多。这个红鲫鱼还挺大的，你看这大鲫鱼啊。这都得三两啊，这种都得三两。看这种鲫鱼，都特别短，看、啊、都特别短。就这个大鲫鱼漂亮，自己跑上来的啊。本来没想抓它，它自己跳上来的，这怎么办？是吧？行，今天就这样了，然后咱就回家了啊。要走吧，走。